你同姨妈 say hi 啦，姨妈，你个姨妈，姨妈嚟噶，叫姨妈过嚟探 Faggy baby 啊，吓 ，lie down， 吓，同姨妈倾电话啦，眼影粉 eye shadow， 眼影粉，粉底液。粉底霜蜜粉色粉眼线笔眼洗笔假睫毛假睫毛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北文 Chasley 我是沈立明沈立明 Queenie、嗯护照有啥还要来告大家呢？那个护照，搿能讲比较好。葛末呢，我首先呢已经拿粉底霜已经打好了。葛末呢，黑眼圈呢稍微再做了做，看到得啥地方颜色不均匀地方呢，就拿遮瑕膏。遮瑕膏 ，OK。葛末我现在呢就要拿水粉，拿泼眼水粉辣面孔浪向。水粉，水粉。搿是我的助手，好了。葛末搿水粉呢不要老多哦。啊，那么有辰光呢，侬看一拿拿上去有得老多的呢，侬就拿一只大的勺子，就拿眼粉，拿眼粉呢就搿能轻轻浇呢扫上去，搿侬勿会得多余的粉呢辣面孔高头，搿勿会得老干的，就比较自然一点，有点光泽。嗯，懂吗？懂。侬不要不要太多粉，要么就是没有光泽那个皮。侬冒充懂的，实际上，侬实际上是听勿懂啊。我听得懂啊。好了，那么你觉得假使讲搿个粉还勿够定了好，辰光要比较长，侬就再拿粉扑再稍微印一印，那搿搭比较容易出油的地方就更加重点，稍微拿粉再定一定，叫定妆，定妆，好啦，对个，对个，好啦，首先呢，当然需要搿个眼影粉呢，整个搿眼睛呢当只底，当底，那么可以拿搿扫。撒眼眼搿个粉，就搿能，整个只眼睛侪可以撒辣搿搭高头。咁么按下来呢？按下来就是用搿搭一只，稍微会有一眼眼亮的。对个。咁么，因为是要塌辣搿个地方。搿个凹下来个搿个双眼皮搿个地方。咁么也是，喏，再一眼眼。在双眼皮的上面涂一点带有闪的珠光眼影。对，因为这个是哦，因为呢，我见到相互在比较快，哪个比较简单的，用不得老复杂的。弄个啥？就我说，今天要画一个很简单的，就是最基本色调的，哦 okay、那就什么时候都可以有用，就可以拿出去，就比较简单。上海有，上海有。哦，上海有，啥辰光擦起来没问题，比较自然。自然啊，然后来呢，阿拉就用一点 Earth Tone， 怎么讲？大地色系，地球的颜色，地球的颜色，地球的颜色啊，Earth Tone， 大地色系。对，那么当然我是得自家一只勺子，我老欢喜亮头的，搿只我也可以看到搿大地的颜色，一只妆画出来就跟大地一样了。不是困了地朗向就融在一起，分外出了，就像我的脸。好了，那么拿一眼眼哦，首先不要拿老多，那么拿一眼眼呢，就贴到搿个双眼皮的地方，双眼皮，下头搿，先是从淡到深，先是拿最淡的贴好，老好看的。大家看到有的分别，搿只比较有眼深的，对伐？对。那么搿同样的。步骤，后来呢，我就要画，眼线，眼线，eyeliner， 眼线呢，侬想比较快的呢，就拿液体的眼线笔，哇啦，搿是 Kiss Me 搿只牌子，要么就画眼线咯，葛末尽量眼画眼线，大家侪晓得，尽量画了比较贴近侬搿个眼睫毛的地方，越贴近的越好。画眼线的时候呢，最好呢就是贴近这个眼睫毛的那个线的地方，越贴近越好。对，那么我欢喜呢，那个耳朵呢翘上去一点，
这样我从搿当中勿要到后头再吃哦，搿个地方一定要往高头吃了。嗯。葛末刚刚是大家看到搿眼影粉有的最深颜色颜色的地方，葛末有的一个好方法就是讲侬用搿最深的颜色，尽量呢侬眼睛勿会到下头，可以呢跳上去眼，辣搿地方把眼皮往上轻轻的提，然后就接近眼线的地方再涂一点比较深色的眼影。哎，对的，嗯，因为侬搿能看分别太强了，一定要黑眼的眼线啊，我来就是淡颜色，自然一点，对啊，不要好像有一条非常硬的眼线在那边。侬可以加了搿搭，嗯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？嗯哦，看到了。假使侬觉得颜色用不够深的，侬可以再用再深一眼颜色。如果觉得颜色不够深的话，可以再加点深的颜色。对，就是 less is more， 不要一次加太多颜色。嗯，宁愿慢慢加。是的，嗯，看到吧？嗯，搿条，嗯 ，eyeshadow， 搿条眼影粉呢蛮重要的。嗯，整个眼睛不会得觉得老强的。嗯，就一条液体的眼线就看得老清爽，就比较。有的层次，侬假使想只眼睛，搿只前头再比较精灵一点，侬可以自家手指头再加眼白的，辣搿位置再加眼颜。嗯，哦对，就是在眼头跟眼球最凸的地方加点珠光的闪的那个 eye shadow 呢，能够让你眼睛看起来更精神。后面，特别是后头眼睛眼部搿地方，侬可以再稍微加眼深颜色的。看到了吧？就是有一个渐变的效果，一眼眼来，嗯，先是淡颜色，侬搿能加好。加好以后呢，后头可以深点，就再用深点颜色的咖啡，嗯，加了后头，嗯，下眼线部分外面可以再深色一点，就是搿角落头可以从深到浅，哎，对，从深到浅，对呀、啊，眼尾到眼头是从深到浅，对，就是前面可以加一点那个亮亮啊 ，bling bling。